现在是晚上的8:20，我们三个单身狗到家了，找了一个水泥管道，圆形的。哎，看看里面干净不干净。哇塞，还挺干净的。刚刚好，还挺干净。然后，晚上床往这一铺，帐篷也不用搭，完美。我们去那头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从上面去，下面太小了。这下面还有一条河嘞，但这个河里的水不干净哎，刷着锅还行。对，这边是这样的，还行，肯定不会流水。这都干了，这都裂缝了，这都干成啥了？缺水缺的。东西已经拿进来了，朋友。今天就不炒菜了，我们下一包汤圆吃吃。这是在镇上买的，还有几个烤包子嘞。一会儿我们三个单身狗一吃，完美。这今天在镇上买的烤包子，买了10个，吃了3个，然后还有7个吧，2、4、6、7吃了。我吃一个，然后剩下的原本他俩吃。等会儿我吃那个汤圆儿。那有点凉啊，没有热的好吃，不过也能吃。全肉丝儿。汤圆儿，找你呢。六一吃2个，原本吃4个，别急。下午的时候我们3个都吃了点东西，应该都不会太饿。这啥玩意儿？狗毛？六一的狗毛掉元宝盆里了。吃饭啊，孩子们，肉你还闻来闻去的，大口大口吃呗。搞得他都无从下口，我都发现。看这货急的都弄不成了，快，你看看，哎，吃。他就不用闻，给啥吃啥。看看，一会儿选完了。这个桥洞里边没法拴绳子，所以说我给它拴到那个自行车上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样了？哇塞，可以了，关火关火。我在家就喜欢吃汤圆儿，我能吃半袋儿，明天早上再吃半袋儿，刚好。
有好多朋友问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想女人不想？你说我想不想？你说我想不想？你说我想不想？我是个男人，我是个真男人，我又不是公公，我又不是太监，我肯定会想啊。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方法，如果想的话，我就我就会刷那些搞笑视频。我经常看的搞笑视频，其实就是小猫小狗的那种搞笑视频，是吧？一笑一开心，啥事都忘了。所以说以后不要问我了，本来我不想嘞，你一问我，搞不好我就想了。三个单身狗已经吃过饭了，现在把床铺一下。哇塞，舒服。今天晚上肯定能睡个好觉，因为这个水泥管道离路边最少有500米，500米没有，300米。这个地方是不过车也不过人的。哇塞，我准备睡觉嘞，我蹦过来个癞蛤蟆。兄弟，你来干啥嘞？他妈别吓我呀！啊！就走你，我给他扔到河里去了。还有没了？别乱蹦啊！那么我睡着了，蹦我睡袋里，完犊子了。应该没有了吧？这个癞蛤蟆从哪儿蹦过来的？这天确实有点冷了，朋友们。啊，躺睡袋里猛一暖和，睡觉了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